经过九轮的这个军长谈判后呢，印度和中共就在这个2月10号呢，双方啊同意啊，将这个军队呢就在一个叫做很有争议的地方啊，即是这个叫做班公错湖入面呢就撤退。为什么讲这件事呢？你见到在这个2月20号呢，中共呢又出了一条片喎，出了一条片来回应喎，是发放这些这样叫做印度和中共的印中冲突的相关的影片，是很罕有的。这些不是民间发放，是军方公布这些这样的影片出来的，片长是9分钟。你看到为什么中共要公布这条影片出来呢？你看到这个叫做印度和中共的这个叫做边境谈判，咁谈判完之后啦，双方同意啦。咁其实咧，中共咧想低调咁啊撤军嘅，但系印度梗系唔肯啦。印度啊将呢条片咧就喺呢个叫做2月15号咧就放条片上网，就见到呢个叫做解放军咧真系撤退啦，真系后撤啦，将所有嗰啲高地营幕啊喺湖边啲营幕咧全部拆晒，就真系撤退啦。咁跟住咧最紧要喎。印度军方讲到明咧，佢就话今次系印度方面胜利。嗱，如果双方嗱呢度讲双方话将呢个军队后撤嘅，但印度方面讲到明系胜利，咁佢肯定唔会撤退啦，系嘛？胜利点会撤退噶？嗱，再讲翻啦，中共发放呢条片有几咁多问题同埋甩漏咧？嗱，你见到中共讲到明咧，系只系死咗四个人嘅啫。你看到这个印度和中共的冲突呢，就在2020年4月开始嘛，最激那次就是这次啦，6月15号加勒曼河谷，印度方面公布印度就有20名印度军死亡，解放军方面有35人，中共只是公布4人而已。你看到这幅相是吧，大家都见过了，这个墓园里面点止4人啊，百几人啊，是吗？那这个中共怎样解释呢？那这个百几人是不是被遗忘了呢？首先我经常都说这些这样的相片呢就不是普通人拍到的，肯定是在边境的相关军人去拍的，因为你看到是很明显有人想公布这段消息出去的，就是说这些这样的边境军人帮这个政权，就是用命去保卫这个所谓边境，死了都没有人知道，咁肯定有人愤怒，肯定有相关嘅边境即系边防人员咧系不满啦，系即系肯定系有不满情绪出现啦。嗱，咁讲翻啦，嗱呢段影片咧九分钟啦，即系中共发放呢段影片就系喺即系话第一样嘢好有争议嘅地方啦。咁佢出呢条影片咧就系喺呢个加勒曼河谷嘅，咁大家一睇咧就话佢一出嚟咧。在加勒曼河谷冲突呢，中共就说这个印度呢在这个河谷里面呢单方面改变又就整路，跟着见到冲突了，见到很大批印军呢有几百人啊在这河谷里面呢就冲过来了，打头阵那个呢很明显是一个藏人来的，跟这个所谓中共那个解放军团长呢就推撞，推撞了，跟着呢这个解放军团长又被人打到呢爆光爆晒头啦。嗱，咁问题嚟啦，嗱，咁之前呢个加勒曼河谷，印度方面咧就话有死伤啦，亦都系有印度士兵咧就被呢个解放军俘虏嘅。嗱，咁印度方面系咁讲，印度嘅消息咧就可靠啦，就肯定可信啦。咁呢度咧呢段影片咧九分钟嘅影片咧，咁佢呢个中共都有讲到话相关个河谷入边咧系有即系有俘虏呢啲印军啦，但系冇影片咧，冇影到呢啲印军出嚟啦。就影到佢包头俾人打镬金啦，跟住又话佢就话吹鸡，跟住就还拖，咁印度咧就损失好惨重，咁啊死咗印度港方面死咗20人啦，系嘛？咁死20人，咁中共纸包唔住火噶嘛？咁呢段嗰个墓园有百几人死亡嘅，系嘛？即系等于中共第一又系俾人督爆咗啦，系嘛？咁你再讲翻呢九分钟嘅影片入面咧，嗱讲到明，即系话佢入面睇到佢咧，讲到就系佢就系呢个陆军为主啦，
边防巡逻部队为主啦。咁啊，见到有冇直升机咧？有直升机，系有啲运输直升机，但你唔见到有一即系苏一啲叫武装直升机，佢有苏坦克出嚟嘅，但系冇苏呢个武装直升机，亦都系冇苏空军嘅。嗱，你相反对家咖喱哥咧，喺呢个叫宣传影片咧。在呢个边境入边咧，佢又有苏呢个武装直升机，亦都系有苏呢啲空军嘅，系嘛战机出嚟嘅。嗱咁样你见到啦，中共喺呢个影片入边咧，肯定打嘴炮啦。嗱打嘴炮喺呢个舆论战方面咧，印度咧就肯定系胜过你呢、这个赢你中共嘅，系咪？因为你中共不嬲都系吞吞吐吐，唔想讲，一讲咧咁肯定影响住呢个中共入边啊，嗰啲五毛啦，因为五毛咧，即系个神经线咧摆住喺呢个，即系同呢个佢叫呢、这个叫阿三噶嘛，阿三啊嘛，即系佢呢啲中呢啲所谓五毛咧，不嬲佢成日都话佢之前嗰个叫印度同中共嗰个战争，中共赢咗啊，咁样而家咧，咁印度咧赢咧。即印度的消息咁出嚟咧，咁亦都系对呢啲咁嘅中共嘅五毛有所打击噶嘛？嗱，咁你讲到明啦，咁印度点样点解啲军官话赢咧？嗱，首先呢个叫战狼啊嘛，哇，战狼你睇翻佢呢啲战狼，睇翻啲影片啦，战狼啦，战狼嘅特色系咩啊？佢宁愿战死都唔后退噶嘛，啱唔啱啊？喂，而家你后退系咪即系等于输咗啊？啱唔啱啊？是输了的、哦。嗱，你这样讲，你现在看到他入面这条影片，即是讲回印度啦，看回这条影片，看到这个解放军在高地啊，那些帐幕这样，即是这样拆除，你看到那个高地呢是很荒芜的。第一样东西，这个地方补给困难啦，补给困难加上士气低落，那么战斗力一定下降的了。那么讲回了。就讲翻第最紧要嗰个叫经济啦，咁你而家因为呢个印度同中共喺呢个边境冲突咧，嗰个经贸啊，即系印度同中共嗰个经贸咧，就跌到落谷点，即系跌到落低点啊。咁呢个低点咧，你见到啦，印度讲到明啦，你中共所有 app 咧，永久唔准用，唔可以用，唔可以喺印度用，咁你已经打柴噶啦，打残噶啦，啱唔啱啊？咁你唔好话呢个边境问题啦，加上武汉肺炎啊嘛，亦都系重创咗印度嘅医疗系统，甚至嗰个经济啊嘛，印度已经忍无可忍噶啦。咁加上喂你撤军，印度仲唔大肆报道咩？咁啊大肆报道，咁你中共亦都系话，亦都系用呢条影片，亦都系还击啦，所谓还击啦，其实好多问题好有甩漏啊嘛。啊嘛，我可以肯定呢段影片咧，就系佢深思熟虑之下，中共咧先至发放呢段影片嘅。但系俾人睇到咧，亦都系好有问题嘅。即系所以你见到啦，中共喺呢个边境问题咁样撤退，肯定系一样叫做输嘅表现啦。喺呢个发放呢个影片，亦都系好有问题。咁啊，即系等于睇到。印度发放的影片，因为印度民主国家嘛，中共是极权国家嘛，咁入民主国家点发放影片呢？佢都赢你噶，啱唔啱？即所以中共在呢个而家西部战区的困局啊，就可以看到佢撤军就即系等于呢个战狼真系战斗啦。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